Hello，小朋友，欢迎来启蒙崇拜。自从准备换成老师了呢，你们还好吗？有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呢？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收到礼物？那么圣诞节是不是只不过是收礼物呢？当然不是哦。今天宋文老师会跟我们讲第一个圣诞的故事，你们要聆听着听哦。好啦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启蒙崇拜啦。小朋友们，主日平安，我是 Lina 老师。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唱诗敬拜了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那就站起来，和老师一起唱我们的第一首诗歌《看见神的爱》。我们每天都从神的创造看得到神的爱，温暖的阳光，啊，有美丽的花朵、鸟儿、海洋，那我们也从爸爸妈妈、朋友们他们的爱、他们的拥抱、他们的微笑，我们都看得到神的爱。那和老师一起做动作，一起唱这首诗歌。In the beginning,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. 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And in His creation, we see God's love. 在他的创造里，我们看见神的爱。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，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，我看见神。
过两个星期是什么节日吗？对了，圣诞节。那圣诞节是谁的生日呢？是圣诞老人的生日吗？不是，那是耶稣的生日。那圣诞节小朋友一定会收到很多礼物，但是我们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是谁？是什么呢？那是耶稣，神奉耶稣降在世上。好，现在小朋友，你们就来准备你们的乐器，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《圣诞告诉我们》。圣诞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降生，小小婴儿耶稣，我爱小耶稣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摇乐器。圣诞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降生，小小婴儿耶稣，我爱小耶稣。好，我们准备再唱一次。圣诞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降生，小小婴儿耶稣，我爱小耶稣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就来唱我们的第三首诗歌《赐福于你》。那老师会做动作，小朋友们就跟着老师一起做动作。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，愿主的灵时时围绕，恩典降下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，愿主的灵时时围绕，恩典降下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我们现在就来唱这首诗歌。是为了安
就到这里，现在我们有双恩老师来和我们讲今天的故事。谢谢 Lina 老师带领我们唱诗歌赞美神。小朋友你们好，我是宋恩老师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在我们还没看今天的圣经故事之前，老师要给你们看一些图片。这些是美丽的灯饰，整条马路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？还有圣诞树，你们有看过吗？你们如果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教会，会在停车场看到一棵很大很美的圣诞树。咦，这位老公公又是谁呢？你们有见过他吗？哇，有这么多礼物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这些图片跟什么有关吗？哎，是的，是圣诞节。圣诞节快到了，你们家里也有圣诞树吗？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开始准备圣诞大餐，要请人来，还有礼物要送给人呢？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圣诞节这么特别？很多地方有美丽的装饰，有圣诞庆祝会，还有好多好多礼物。今天我们为什么庆祝圣诞节呢？小朋友想不想知道第一个圣诞是什么样的？在我们还没看圣经故事之前，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老师说一句，然后你们跟着说。让我们合起手，闭上眼睛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快乐的圣诞节。求你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时，能更认识圣诞节的主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了，小朋友们要专心看哦，之后老师会有几个问题要考考你们哦。第一份圣诞礼物，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，你将会怀孕生一个孩子。玛利亚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还没有结婚呢。上帝的灵要降临到你的身上，这个孩子是上帝的儿子。玛利亚相信天使的话。那时，玛利亚和约瑟已经订了婚，约瑟不相信玛利亚所说的。于是天使也向约瑟显现，对他说，玛利亚没有撒谎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上帝的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过了几个月，他们往约瑟的故乡伯利恒去，要在那里登记户口。他们经过长途跋涉，到达伯利恒时，玛利亚即将要生产了。可是伯利恒所有的旅馆都客满了，约瑟和玛利亚只能在一个马棚落脚。上帝的儿子出生了，玛利亚用布包着他，放在铺着干草的马槽里，并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当天晚上，一位天使在伯利恒附近的山上
向牧羊人显现，对他们说：好消息，你们的救主已经降生在伯利恒，躺在一个马槽里。忽然，许多天使出现在夜空，众天使高声唱道：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后，牧羊人就急忙往伯利恒去，他们看见了那个婴孩，他们的救主躺在马槽里，正如天使所说的那样。牧羊人见过耶稣后就回去了，他们非常兴奋，把所听到和看到的都传开了，大家都赞美上帝的奇妙作为。好，接下来有几个问题让小朋友来回答，你们如果不会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哦。谁告诉玛利亚她将怀孕生一个孩子？一，天使；二，约瑟；三，牧羊人。对了，是天使。第二题，约瑟不相信玛利亚所说的话，对还是错呢？是的，约瑟不相信玛利亚所说的，直到天使向他显现，他才相信。接下来第三题，上帝的儿子耶稣诞生在什么地方？一，玛利亚的家里；二，伯利恒的小山丘上；三，伯利恒的马棚里。是在什么地方啊？答案是三，伯利恒的马棚里。你们答对了吗？是谁告诉牧羊人救主耶稣降生了？一，约瑟；二，玛利亚；三，天使。是的，是天使哦。天使不但把好消息告诉他们，他们还大声地唱歌赞美神。下来，牧羊人看到耶稣后，没有告诉其他的人，对还是错呢？答案是错。牧羊人看到耶稣后，告诉许多人他们所看到的事情。是哪些人？小朋友还记得吗？让我们来看最后一题。伯利恒城的人知道耶稣降生后，都赞美上帝的奇妙作为。是的，牧羊人告诉了整个伯利恒城的人，他们知道后都很高兴地赞美上帝，因为上帝的儿子诞生了。所以答案是对。小朋友，你们答对了几题啊？如果你们没答对没关系，下个星期我们会再看这个故事。小朋友，刚才的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个圣诞是什么样的。圣诞节是庆祝主耶稣为我们降生，不是庆祝圣诞老人的生日哦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但是他没有降生在美丽的大房子里，而是在养马的马棚里。耶稣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为要让我们认识他。认识耶稣，就认识上帝和上帝的爱。今天，当我们庆祝圣诞节时，让我们也和其他人分享上帝的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让耶稣来到世上，让我们能认识他，相信他，与你和好。我们愿意在圣诞节和其他人分享，让他们也能来认识耶稣。小孩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诗雅老师，
他要带领我们背诵今天的金句。森林里土地花，听清楚，看仔细，算明白，我出来。森林里土地花，听清楚，看仔细，算明白，我出来。Hello， 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诗雅老师，今天就由我来教你们这周的金句。刚才宋恩老师讲的故事，你们都有听吗？那你们看完了故事之后，是不是还是觉得圣诞节只要有圣诞树啊、圣诞老人啊，有很多很多礼物，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就 OK 了吗？还是你们记得圣诞节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今天的金句呢，是来自于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因为今天，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？今天是指圣诞节的那一天。在大卫的城里，大卫的城里就是宝宝耶稣诞生的地方，就像老师在新加坡诞生一样，宝宝耶稣就是在大卫的城里伯利恒诞生了。那你们又是在哪里诞生的呢？你们可以回去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。那为你们是谁呢？是为谁生了救主？为你、为我，也为全世界的人生了救主。那救主是谁呢？对了，就是主基督。所以我们庆祝圣诞节是因为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天。好，让老师再念一次。因今天就是圣诞节的那一天，在大卫的城里，就是在伯利恒，为你们，你们指的是你和我还有大家，生了救主，就是谁？就是主基督。好了，老师说了这么多，现在就轮到你们了。这只可爱的小熊名字叫小爱，让老师念一句，你们也跟着小爱念一句。一二三，因今天，在大卫的城里，在大卫的城里，为我们生了救主，为我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就是主基督。我们再一次，因今天，在大卫的城里，在大卫的城里，为我们生了救主，为我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就是主基督，耶！Thank you.
启蒙充满意。